走走，慢点，好痛啊！小妹子，小妹子 ，Where do you come from? Your pronunciation sounds bad. 很帅，想不想学日文？想，想学日文是不是 ？Yes， 我教你。我知道我之前可能教一些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奥特曼、邪道超人啊、甲骨文啊。不要打！但今天我保证正经认真。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本人呢日文是蛮不错的。所以今天就让我来教你一些最基本的日文。你还没有上过日文课吗？没有。不错，今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堂日文课。耶！我刘老师今天还特别用心的给你准备了课件。哦。今天我要让你又专业又正经又轻松的学到日文，而且今天学到的日文。是真的非常实用，你等下下楼超市就可以直接用。Great, that's what I need. 大家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Yes. 对吧？所以我特别选出了一部你很喜欢的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实用生活日文第一课正式开始。OK. 你要说老师好，起立，立正。I never done this before. 怎么说来着？是怎么说来着 ？It's been a long time. 我也忘了。不管怎么样，我这样，我说起立，然后你就说，刘老师好。OK， 起立。刘老师好。What major? This is. Yeah. So, this is my teaching me Japanese TV show.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this? So, 对了，《还珠格格》，但是是日文版的。OK. 第一句，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日文里万岁叫邦仔。邦仔。邦仔邦仔邦邦仔。说，班仔班仔班班仔，认真一点，你别嬉皮笑脸的。你可能会觉得，我干嘛要学万岁啊？但是呢，很正经啊，日本人现实生活中是会说班仔。Is that why it sounds so familiar somehow? Yeah, 对。Well, what does it mean? 认真一点。比如说你玩得很开心，喝酒开心啊，班仔班仔，就是表示开心。班仔。对，皇帝陛下。科特黑，Your pronunciation sounds bad. 科特黑嘎，科特黑嘎。然后格格呢？格格在中文是公主的意思嘛？ Yes. 所以他这边日文直接翻译成了公主。Hime-sama. Hime-sama. I know this one. 对 Hime-sama. Hime-sama. I have watched anime before. 对。所以我们连起来读一下，直接跟着这个里面的演员一起念。作为这种语言老师，就是我很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你一定要模仿剧里面人的发音，就模仿是最好的老师。班长，班长，大胆一点，不要害羞。因为什么班长，班班长，コテヘガ班长，班班长。How many times you gotta say it? Keep going. 哎呀，你读。Oh my god, you're doing terrible job. Okay. I got it. 第一句学完了。I think I passed it. Okay. 范冰冰说了。Okay. 不能叫范，金锁说话了。我叫什么？小叶子的是哟。我叫什么？小叶子的是哟。我叫什么？就是小姐的意思吗 ？Yeah. 阿咧 over there. No, that one, that person. Yeah. 阿咧 that one. 过咧阿咧。对。I know this just from being here and watching some anime. Oh, shh. 我们这是正经教学，不要提什么 anime. 小心。I know that's how you learn. Oh no. 这是我在教学，你认真听。よく見てください。我叫什么？叫什么？小妹子的秀。よく見て。
它原本的看是迷路的迷路，但是它 could I say please please right 请，所以这个动词迷路要改成贴结尾。Media could I say 就是请看 ，You could 就是好好看一下，请好好看一下，对，请好好看一下。You could media could I say You could media could I say 对对，很好。Yeah. OK， 继续看。Hondola Hondola means 真的。对对 ，Hondola Hondola。違うじゃないの？違うじゃないの？搞错了吧？哦、oh. ，違うじゃないの？やっぱり你知道吗？当然，别人人是井，别人別字井。Can you say it better？ 別字別字井。別字井。You say like 別字井。別字井。You say 別字井。哎，你干嘛老是在质疑老师啊？啊，你想不想认真学、啊？不，やっぱり別字井。Yeah, of course, yeah, yeah, but, yeah, it must be someone else. Must be someone else. 别自紧呀，やっぱり别自紧，なのよ。What's the nano? What is it? 啊，这个结尾的变形太复杂了，第一课没必要学。I thought you were good. 没有必要。If you don't know to how to teach it, then why are you teach me? 算了，你质疑我是不是？那就是说。算了，太复杂了。你的日文功力还没有到那里。教你第一课，先把最基本的别自己，你记住没有？やっぱり别自己なのよ。やっぱり别自己なのよ。Yes。看住姫就是《还珠格格》，你下次可以学跟日本人。日本说 ，Hey, do you know 看住姫？ No， 我给你模仿对吧 ？Hi, oh no。Hi。こんにちは。あなたの一番好き。电视剧呢？电视剧是什么？电视剧是什么？あなたの一番好きの电视剧是什么？感情姫ですよ。感情姫的，知らないのか？知らないのか？知らないのか？这个你要模仿一下这一句话，这个是日本人说话经常会用的一个语气。知らないの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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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日本就要学习他那种很 dramatic 那种感觉。知らないのか？知らないのか？実は映画の落とし穴だそうだ。ありえない。这个是电视剧里出现的比较多吧？就这种会有这么一两个人用那种方式在讲话。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要稍微猥琐一点。OK。阿里，阿里，等等，我再看一遍啊，这句有点难，不怪你。阿里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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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哦，那个。我去什么？我去什么？我忘了。等等，我去什么？だまされたんですよ。知道什么意思吗？ないです。被骗了。骗这个原本的动词是，我已经忘了。但是我知道它被动词是だまされる，就是被骗的意思。然后だまされたんですよ，就是在这个たん，就だまされたん。的死由就是强调，小姐，糟糕，你真的被骗了。打马杀列当的，你被骗了。打马杀列当的死由，打马杀列当的死由。然后刚刚紫薇又说到他是那个，哦，你是摩诺哟，摩诺就是东西的嘛，你是摩诺就是假的假东西。这个话比如说假的包，各种假东西都是可以你是摩诺被骗。哎，对，你是摩诺，比如说，你是摩诺的石油，假发的石油，偷摩诺的石油，偷摩诺就是你是摩诺的石油，偷摩诺。OK， 怎么样 ？It's good to have the info. However, I doubt your quality as a teacher. 你不要老是想到那方面。I don't think your pronunciation is good. 可能我讲的比较快，你的日文还不够好，所以你觉得我讲的太快。接下来，刘老师。给你带来第二个课件。OK， 这是《还珠格格》中非常经典的一段。私めつ皇后様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顔を上げ。その程度でも人はたぶらかせるか。では極めれば
何ができるのであろうな。皇后様。皇后様。这里真的蛮好笑的。嗯。何ができるのであろうな。皇后様。啊，这个要不要模仿一下 ？OK， who's who？ 你是紫薇。No， switch。そうなのか。使用的来了，你说有多少人知道容嬷嬷怎么翻译？你学着之后，你的日文就高于其他人了。I thought you said it was useful. You're saying it's useful. 可以用这个骂人啊。懲らしめてやるがよ。哈，哈，哈，连渣都知道怎么说了吧？哈，哈，ロンバヤ。哈，ロンバヤ。哈。Oh no! Give me beer. Oh, thank you. Oh my god! Oh my god! Poking torture. Ah! Ah! Oh my god! Ow!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you something. You didn't even teach me this one. OK， 救命怎么说呢？你 Tasukete，Tasukete，I already knew it。你假装你不会，我教你救命怎么说。OK， 就是救命。I definitely don't know。就对你不知道，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你遇到危险，你就叫啊，你不能说 help help， 万一别人听不懂 help 怎么办？以为你在唱歌， yes. 然后但 Tasukete 就是 Tasukete 救命的那个 infinitive。对对对，然后 Tasukete 就有点像 Mitsu。助けて助けてください助けてください Did you watch this part? Yes, of course. ロンバーヤ、よく言い聞かせろ。ロンバーヤ、よく、知道吧？ロンバーヤ、よく、よく、言い聞かせろ。You're terrible. ロンバーヤ、そうです。ロンバーヤ。Ew, I have a fear of needles.OK， 龙白牙这里最后一句说要教你一遍。よく考え、考え。Is it 慷慨 or 慷慨 ？No， 考える。考える。考える相当于思考。然后他说考えて。考えて。よく考えて。よく考えて。見る。見る。就是你好好给我想想。よく考えてみればいい。よく考えてみればいい。よく考えてみる。よく考えてみる。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it. よく考えてみる。よく考えてみる。今天教学就到这吧。Okay, yeah, I don't think you can teach me anymore. I think you've reached your limit of the things that you are able to teach. 私の日本語は上手です。Okay, 你看、oh, 你、no. 的日文太不行了，都不能反驳你。ないです。Okay, 就这样吧。今天这一课、啊、呢，当然像往常一样非常成功，相信。看了也学到了非常多，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学到了非常多的日文。然后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日文教学。Good, I think you need to retire. Give you some hands. It's a safe retirement, not that you're fired. 弹幕里呀、啊，评论里呀、啊，可以感谢我一下。然后不用谢，不用谢，就这样子。Yeah. 那我们就全体起立。老师，拜拜。那老师再见。老师再见喽！哎呀，我的日文真的还不错啊。No。